吴奇隆换上西装，牵着刘诗诗进入会场大厅，两个人脸上带着笑容，幸福破表。知道大家都不容易，也辛苦了。那特别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答谢一下啊，不好意思让你们都这么累了这几天啊。谢谢大家跟我来分享我的喜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媒体见面会上，新郎官吴奇隆发言，刘诗诗一身气质洋装，紧紧靠在他的身旁，面对记者询问生子问题，他没有正面回应。婚礼现场不止拱门，还有步道，用400,000朵花布置成美丽的花海，这些全都由6架直升机空运到巴厘岛。先前刘诗诗试穿这一套价值1500万的白色婚纱，和另一套28万的粉红色婚纱都会一起在婚礼中亮相。还有刘诗诗价值6000万的5克拉钻戒，加起来这场千万的世纪婚礼花费相当惊人。不过新郎官可完全不在意。上午举办的迎亲仪式中，刘诗诗的母亲也出现在镜头前。她脚上的蓝色水晶鞋与刘诗诗穿的是母女款，她保养得宜，也被网友大赞她的气质更胜刘诗诗。记者巴厘岛综合报道。